跟你讲，比赛最重要就是公平、公正、公开。相信我，一直是最公平的关注。对，问题是你刚你看你对那游戏规则你搞不清楚啊。游戏规则我倒背如流。是的，我们已经替千哥网开一面。您别攻击鼓励跟我硬能杀。那我觉得你就是不只是输掉比赛，你还输掉了我对你的尊重，对你的尊重。恭喜我们客队成绩是我们5分54秒74。关注，为什么？刚 Key 那个完全背错，你竟然让他过去，然后说，哎呀，他智商很低，让他过。但是过了，他说过就过了。请看回放。大家一起说的，稍微乱就好了，笨蛋。烧菜烧的好，要不要到老，让你们这些笨蛋怀疑我，那我就不叫食神啦。可以，掺在一起就好了。没什么智商线跟。啊！什么掺在一起，做成沙尿牛丸？怎么样？笨蛋！哎，重来，麻烦重来一次，我觉得有争议。OK， 对，掺什么？掺在一起做成沙尿牛丸啊！笨蛋，烧菜烧的好。哎，不要提示啊，小姐。我没有提示，我干嘛？好，提示哦，重头，提示重头，刚刚说提示就要重头，刚刚说提示重头，小动作，真什么掺在一起，做成沙尿牛丸啦，笨蛋，是辣还是啊？哎，不能这样闹的，没有，你刚刚就要问是辣还是啊？我刚刚我就听他们讲话，我怎么背啊？好，你要讲清楚啊，掺在一起做成沙尿牛丸啦，笨蛋，烧菜烧得好，要饭。要到老，要是玩赢玩，哎，错错，重来，让一次，要是玩不赢你们这些，哎，不对，要是让你们这些笨蛋玩赢，不是，不对，让他，还有一起在对话的啦，使用了一次扣打哦，一次扣打过，好，一次过，让你过，最后一句是吧？对，那我就不叫。时辰啦，非常标准。我们准备好了没？回去，还没有。我们今天笨蛋真的玩赢他嘞。好，回去。再给宪哥最后一次机会，尊重他老人家。还有一次，好。好，两次，不要给他。遗憾，回去，go， 走，快。人家一直在讲话，这套怎么可以呢？好，你有越啃越慢的感觉。其实那玉米粘在脸上，我们的速度已经坏掉，都是你，都是门牙就掉了。我跟你讲，等一下不是我下海就是你。我们组队成绩是10分28秒，遥遥领先。哇，好棒啊！哎，木西，恭喜，不能这样，怎么样？你不能这样，人家在背东西，你在旁边你不行啊，这个重来，我们要扣掉大概5分钟。我跟你讲哈，别人我觉得不行，但是你是台湾中心，你 local king， 没有你什么情况可以打断宪哥？你听我说，怎么可能人家在背，然后一直干扰？那如果可以干扰的话，我们刚刚就会干扰。这是游戏规则啊，对不对？相信你会不会游泳嘛？观众的眼睛是雪亮的，刚才客队是如何完成那个任务的？一弹就接住，我们也是有目共睹。所以基本上你还在为我们讲话，是漂亮，有备无患。我关注就是公正，怎么样？我跟你讲，比赛最重要就是公平、公正、公开。相信我，一直是最公平的关注。对，问题是你刚你看你那游戏规则你搞不清楚啊。游戏规则我倒背如流。是的，我们已经替宪哥网开一面。您别攻击鼓励，干嘛硬能杀？我觉得你就是不只是输掉比赛，你还输掉了我对你的尊重，对你的尊重。神经病，艺人嘛，对不对？